主料：鸡翅200克，土豆200克。辅料：料酒、蚝油、酱油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土豆去皮洗净后切小块而备用，鸡翅剁成小段，洗净后沥干水分，放入姜片、料酒和蚝油，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，腌制15分钟。锅中倒入油，大火加热至七成热时，放入姜片、蒜片，爆香后倒入鸡翅，用铲子不断翻炒至鸡翅表面变色，倒入热水，倒入生抽和老抽，继续用大火加热，待汤面出现泡沫时，用勺子撇干净，再倒入土豆，倒入糖，盖上盖子，调成小火，焖至15分钟，打开盖子，倒入盐，搅拌均匀，改成大火收汤，待汤汁变浓稠后关火，即可出锅盛盘。烹饪技巧：炖至汤汁基本收没了再加盐、味精即可出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